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著作哈，《方便之道》。那么我们把《方便之道》哈跟四悉檀哈做一点对照哈。所谓的四悉檀是龙树菩萨所提出来的，啊，也就是所谓佛陀如何的来教化我们众生哈，大概分成四大类来普施。所有的一切檀悦信众，啊，那么呢有四大类，啊，那么第一大类叫做世界悉檀，也就是如何的吉祥悦意，啊，那么我们想要消灾解厄、增福延寿，那么我们这样子啊的愿望，也要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达成，透过修行啊，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啊。那之外呢，其实还要怎样各个为人悉檀，啊，也就等于说我们要保持人身，那么必须要怎样要持戒、要守善，对不对？要能够生善，要能止恶，这是不是也是非常基础的？好，那第三个呢？因为我们有诸多的烦恼，烦恼都是恶因嘛，会广结恶缘，那如何的对治它？好，等于如何的去下药？因为这些烦恼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毛病啊？哎，那等于是要找到什么对治的药方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如果我们贪欲心太重的话，就做不净观，对不对？嗔恨心很重，就要做慈悲观啊；愚痴心很重，就要做因缘观。所以可见因缘啊，它是智慧，智慧升起，愚痴自然消除嘛。愚痴是无明黑暗呐，啊，只要光明点得起来，那么这种愚痴黑暗是不是自然消失？那这个是属于什么？对治悉檀，对治悉檀。但是呢，以佛教来说的话，最可贵的在哪里？第一义悉檀。所谓的第一义悉檀，就是让我们能够超凡入圣，啊。在圣者以下是不是都是凡夫啊？希望我们能够超凡入圣，所要依据的就是第一义悉檀，第一义悉檀。所以第一义悉檀它属于实法啊，实法真实义，也就是要透过真理的现象、真理法则来啊，我们要依据真理法则才可能循序渐进啊。那么证得什么真理的现象的现前，也就是超凡入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办法从发菩提心一下到这边，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权巧方便了啊。但是在权巧方便里头，又要有第一义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一段呢，又叫做什么般若道。般若道，啊，是要这些能够融然一体的方式，这四者是不是都需要啊？啊，都需要，并不是只有这个就好啊。如果没有让我们吉祥悦意，我们是不是也无法能够好好学佛啊？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懂得守戒啊，不懂得能够保持人身，其实我们也没有机会不断的往上进步。啊，那么我们对治不了我们的烦恼，我们就很容易生恶，而消除了我们的善念，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些都还是属于世间法里面的，啊，唯有第一义悉檀帮助我们从世间当中怎样出离出来，啊，所以我们说，其实方便法非常的多，方便法特别的多，啊，当然。我们非常有幸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读导师的书，很多的部分都在直指我们，告诉我们第一义悉檀啊，所以第一义悉檀它是离不了什么因缘法。我们是不是已经也比较习惯听这个啊？哎，所以刚才听那个就有一点哦不飒飒，为什么？因为讲了很多的什么方便，告诉我们很多在过程中的方便善巧，尤其是在佛陀那个时代，
面对着印度的96种外道，佛教也不过其中一支而已，哎，等于97分之1呀、啊。其实势单力薄的，哦，96种外道都跟什么天道、鬼神，啊、哦，触天，啊、哦，应该说什么天魔犯啊、鬼畜道这些都是结合在一起。尤其跟宗教有关，其实是离不开那些的，哦，所以呢，也不得不有一些权巧方便，但是这些权巧方便都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理解何谓第一义悉檀，所以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哎，哦，这个以天魔犯鬼畜，跟这些也有关系，是因为要面对着这些外道。因为佛教，哦，以佛陀创设了佛教，佛弟子是不是也要等于是从外道转化过来的？哦，不是天生有佛弟子，哎，啊，是不是也是从佛外道转到什么佛门来嘛？要去说服外道，哎，是要去说服外道转化过来，所以不得不。啊，先要去顺应他们原来的习惯性，然后再让他们有机会去转化，说哦，原来这个部分是不究竟的，啊，佛陀是更高超的，啊，因为佛陀站在这么高的一个至高点来看待，其实我们这些天魔外道什么这些都还在这个底下呢，可以说严格的讲还在这个底下，因为根本都还没有发菩提心嘛。但是他们如果发菩提心，是不是也还是有机会啊？哦，还是有机会，哦，所以佛陀因为这个经过了累生数世的修行，已经完全验证了真理的什么实法，所以佛陀看待一切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那我们因为同样都是凡夫，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搞不清楚。哎，那其实佛陀是很清楚的哈，要度化我们这些。啊，尤其当时候的外道，那更不得不用这些方法，啊，所以就会混入很多啊这些神教的色彩，啊，这都是在所难免呐，啊，啊，在所难免哈，啊，所以我们会相当的不习惯啊。那尤其导师在方便之道里头，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嘛，啊，有主轴的部分就是第一义悉檀。佛教的特质在第一义悉檀，其他的其实是共所有宗教，其他是共的，啊，而且是在共所有宗教当中去把它理清之后呢，自然会怎样倒归到佛教来，是因为真理法则嘛，啊，其实就是真理法则，啊，好，那这些真理法则呢，在早期啊，这个经典的结集以口传口。到西元前一世纪，西元前42年到西元前29年间，啊，才有机会怎样书写在贝叶上面，在斯里兰卡这里啊，锡兰这个地方啊，那之后呢，当然也会有说一切有部啊，大毗婆沙论的一个书写，但是这个比较晚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大乘佛法啊兴起之后，书写经典。啊，圣典也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佛像，啊，佛像的这个出现，啊，因为在早期佛陀，其实佛陀一向，啊，并不赞成，啊，以音声求我以，啊，以色求我以音，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嘛，啊，佛陀之所以成为佛，不能在色声等相好当中见到的。哦，这个也是怕我们凡夫着相啊，啊，因为佛陀的可贵在于法。啊，我们来学习佛陀是学习佛陀教我们真理法则，啊，真理法则，所以真理法则也是第一义悉檀。所以我们已经慢慢习惯都是在真理法则甚深的法义上面的讲解。哦，所以反而会不习惯很多这些权巧方便，尤其是面对着外道，希望能够度化外道进来，然后所以会讲了很多的什么这些天神鬼畜啊，哦，之类的。
啊，所以呢，我们说在印度佛教美术史的发展也可以知道啊，在孔雀王朝、欧育王时期，其实也造了很多的舍利塔啊，舍利塔的这个周边啊有玉环，玉环上面也都有浮雕啊，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啊，门上都有浮雕，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在这些所有的图像里头，就是找不到佛像。哦，是找不到佛像，只有菩提树、法轮啊，哦，佛足啊，哦，或者虚伞盖下的虚空啊，哦，或者菩提树下金刚座上还是空无一物，哦，那这个其实让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什么想象的空间呢？那所以呢，一直要到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才逐渐有佛像。所以呢，导师呢也举了比方像十诵律也讲到在我们的第110页倒数第四行，有没有十诵律也讲到说，如佛身相不应作愿佛听我做菩萨事相啊。那意思也就是佛法时期是本来就是不许造佛像，最多是去怎样造菩萨像。那大众部呢也会认为说，佛的色身是无漏的，色身也是所归净之处，那么这个可能也会变成是造佛像的一个理论根据尤其要满足我们众生对佛陀永恒的怀念，难免会着相会想要见见佛陀的这个相好庄严佛陀的这个无漏的色身所以呢，到西元前后，那么犍陀罗跟墨兔罗这两个地方呢，最先开始有佛像的那尤其在早期，那么因为西方因为西北印的犍陀罗犍陀罗他所处的这个地方呢，正好是西元前327年啊，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把大量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艺术呢也带到这里来，所以呢犍陀罗的佛像刚开始我们一看了会吓一跳，会觉得怎么跟我们想象的佛像不一样，因为它都是什么希腊人的样子因为它受到希腊波斯罗马文化的影响所以它的造像呢就会变成希腊式的希腊式的所以这也就是西方来的这种异族统治也受到了异族文化的影响那之后呢慢慢往东到了墨兔罗，它才转成印度式印度本土化的佛像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北传到中国呢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是刚开始会有犍陀罗式的慢慢的呢才又转到什么中国式的那个服饰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说除了文字以外，图像也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好，那么在这个第111页第二行那么在中国东汉支娄迦谶也在恒帝光和二年译出了《道横般若经》这个般若经典呢其实它的那个传出的时间也是这个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道横般若经》呢算是非常早期的那《道横般若经》里面就提到说，佛波涅盘佛波尼环也就是涅盘之后呢，有人做佛形象那人见佛的形象呢，就无不跪拜供养者那其相端正殊好，如佛无有异，所以人见呢莫不称叹莫不持香花珍彩供养者那么因为我们凡夫总是着相嘛看到佛陀的相好庄严，那么也起了恭敬心，也会去供养佛陀好，那贤者呼佛神在相中也萨
婆波伦菩萨报言不在相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家就会很怀疑说，为什么这个佛像如此的相好庄严啊？佛的这个佛的那个神在当中吗？这个神有点像，其实应该说是神士的意思啦，倒不一定是那个天神的神啊。说佛神在相中也啊，那么这位萨陀波伦菩萨就告就回答说，不在相中并非在相中。那所以做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那之所以做佛像呢，主要是希望让人有机会，因为见到佛像而起了供养恭敬的心一方面也启发我们的宿世善根因缘，再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供养而来修福报所以佛陀佛波尼环之后，念佛故作像，欲使世人供养得其福这是佛像的一个来源所以呢，佛像其实也只有等于是看到外形的像而已，对不对佛神并不在像中佛的神识并不是在这个像里头，不过因为有外像的呈现，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就会起了什么供养的心而得到福报并且呢也能够透过像的礼拜来折服我们的什么慢心种种甚至见到了佛之后呢，那么也启发我们念佛的心种种的善根功德呀，能够源源不绝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着相的缘故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方便善巧啊？其实也是一种方便善巧，这也是方便之道呢因为这样子的接触，那么有善根因缘之后，也才有机会深入佛法要到深入佛法，是不是才有机会能够理解何谓第一义悉檀嘛那这过程当中呢，其实都也是方便善巧好，那这段文字来讲的话，除了这个知谦的大明度经以外，还有其他的般若经里面也没有都是没有，那可能是知称呢，他本身自己所知称本呢所增附上去的那知称支娄迦称另外有一个译本叫做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就是什么，这个波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力，佛站着佛力三昧经，那么在古代也很流行这个做波州三昧也就是90天时间念佛礼佛绕佛都不能坐下来而且不能睡不能躺哇那是真的很大的功夫我听法玄师父讲过，他们在圆光佛学院曾经也打过波州三昧，只有2天1夜，哇，大家都受不了。之后听说就尿遁，跑到厕所不出来，躲进去。哦，因为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那当然，现在当我们的那种善根因缘没那么深厚，过去确实有高僧大德就这么做。90天后呢，就会这个从应该说会看到见到佛陀的影像现前，就会想说，到底是佛来还是我去佛那里啊？怎么会佛就站在我面前？甚至还可以跟佛请法，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进入了这个波州三昧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好，所以呢，这里也讲到说，波州三昧经里面也讲到说，一者作佛形象，用成是波州三昧故，有没有？就是要造佛的形象，造的就是立佛，立佛，
好，所以这个波州就是佛力在那里的意思。佛力在那里，那么用造一尊力佛，等于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观想这尊力佛。啊，当我们自己本身在行波州三昧的时候，也都是站立的状态，完全不坐不躺。啊，那么而现出了什么这个佛像力佛来。啊，那也就是说，他们所要造的这个力佛，其实是用来怎样修波州三昧。啊，它的功用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啊，贵霜王朝统治下的西北印，显然佛像已经相当流行。啊，因为西北印也就是那个犍陀罗那一代，犍陀罗啊，它本身那个造像其实是最早的，啊，最早。好，那佛法当中呢，舍利塔也是表示佛的存在哦。啊，所以呢，在造佛像之前，其实都以舍利塔来代表佛陀。哦，就像孔雀王朝的欧育王，啊，他就分的，就是，啊，去集合了佛陀的舍利，啊，然后分到各处去怎样造舍利塔。只要有佛的舍利在，就如同佛在一样。啊，所以早期的佛堂啊。这个礼拜佛堂的地方叫肢体堂，肢体堂的地方也没有佛像，而是什么舍利塔，啊，舍利塔。好，那舍利塔本来会建设在僧寺旁边，形成三宝的具体形象，啊，因为舍利塔代表了佛宝，啊，那有僧寺，必然有僧宝，对不对？既然有僧宝在，是不是也有法宝啊？经典啊，经典。那么就会形成三宝的具体形象，啊，但是因为佛法传播到各方，教区越来越广大，佛寺是不是那个僧寺是不是也越来越多？如果要以佛的舍利来建塔的话，会有事实的困难，因为是佛的舍利没那么多啊，啊，于是呢就会怎样用佛像来代替，啊，佛像的兴起呢？就渐渐的会取代佛舍利塔的地位，哦，因为本来佛像应该是供养在塔当中的，哦，后来呢就连塔都不用了，就是佛像，佛像后来就会放到哪里啊？放到这个肢体堂，哦，放到佛殿里头去了，哦，那寺中供养佛像的地方呢？印度称为香室，啊，我们去印度朝圣，啊，比方到奇树吉孤独园，啊，那里也有名称叫香室的地方，就表示这个是过去，是类似像什么大雄宝殿，等于佛殿的地方，叫做香室，啊，与我国的大雄宝殿相当，啊，佛殿相当。哦，那佛像之外又有菩萨像、天神像的造作，那么对佛教通俗化、普及化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啊？好，哦，因为不只是单尊的佛像，一佛二菩萨，乃至还会有天神。啊，哦，就像我们比方敦煌石窟到唐代，啊，哦，它发展的更周全了，佛像旁边是弟子像，然后是菩萨像，最旁边又是什么天神像，啊，天神像，啊，那所以呢，这个对佛教的啊通俗教化呢的普及发达，啊，具有重要的影响啊。那不过佛像的出现发达，在一般信众的心目当中啊，似乎更类似神像的崇信了。哦，就是因为会变成好有点崇拜偶像的状况，就会变成神像啊。那其实我们说佛像，哦，其实佛教是最不偶像崇拜的。你看早期根本没佛像，啊，那之后有佛像呢，也希望能够启发我们的善根因缘，啊，也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因为有佛像，所以我们就养成对佛陀的一份礼拜。其实这个也在长养我们的善根因缘，在折服我们的骄慢，啊，在增长我们的福报，
啊，倒不是佛陀需要用佛像来接受供养哈、啊，佛陀从来没这个意思。佛陀是不是本来就不赞成造佛像的嘛哈、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偏离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把它当作神像来崇拜，那就错了；当作偶像来崇拜，就有点像神像的崇信啊，那就不对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哈、啊，因为这个是具体的啊。佛像的呈现，在另外一方面呢，啊，大乘佛法的这个瑜伽行者啊，也就是这个禅修者啊，啊，透过念佛见佛，啊，那而再从念佛进而念菩萨念天，三昧更开拓出佛法的新境界。啊，这个就是在讲说，其实念佛啊，本来。像六念法门里头是念佛、啊、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嘛，啊，应该就说在这六念当中，念佛法门是不是最为啊兴盛的？后来又跟念天结合到一起来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大乘佛法的兴起，又有念菩萨的这个，那菩萨呢，他已经不只是人菩萨，又是天。啊，魔、梵、鬼、畜，是不是都可以成为菩萨？哦，所以就越来越复杂了。哦，所以那个啊，导师就说，这个开拓出佛法的新境界，哦，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啊，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来龙去脉，啊，来源其实是从什么六念法门来，啊，六念法门再加上念天，啊，因为六念法门里头有念天嘛。啊、哦，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又菩萨，啊、哦，又复杂化，啊、哦，又复杂化。好，好，那这以上哈、哦、是我们在大乘佛法当中的第一啊、哦、第一章，第一章呢啊、哦，也就是泛论普及而又深入的大乘。好，那我们进入第二章啊、哦，到在114页，大乘念法法门。前面比较谈到念佛法门、念天法门，对不对？啊，那其实六念门里头是不是有念法法门呢、啊？啊，念法法门，啊，那第一节啊是十法行，比较在念法上头的，啊，那因为念佛念天呢比较容易落到什么形象上去，啊，好，所以呢这个十法行哈、啊，第一节十法行。那方便道上是不是有六随念法门呢、啊？啊，在大乘经典当中也有分别论述的哈、啊，比方像《摩诃般若经》《大般涅槃经》《虚空藏经》等，啊，可以说呢也并不是太多，啊，然而分别阐扬如念佛法门，啊，那念佛法门是不是在大乘佛法当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啊？啊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哈，当然我们到第这个下一章哈，第三章的时候好像就会讲到念佛法门哈，念佛法门，那先来看这个念法法门哈。所谓的念，它是一种意念，曾经有过的，啊，那而且呢能够铭记不忘，是修习定慧所必不可缺。我们说要进入正定之前，必须透过正念，有没有？信进念定慧，啊，信仰的心之后呢，精进啊，那么啊，信进，然后透过什么念？念之后才会有定，啊，定呢会去验证什么慧，啊，验证慧，所以呢，所谓的念慧是修习定慧所。必不可缺，啊，所无法缺少的，所以呢，要透过什么念的法门哦，啊，所以任何修行，就算是初学，也要能够意念不忘，啊，就如同意念而称佛，名为持名念佛，啊，念佛乃至于念经啊，这个诵持经典叫做念经嘛哈，诵持咒语是不是叫念咒啊？啊、哦，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也有人请教应顺导师说，那我们持咒，我导师就讲嘛，
这个也不失为修定的前方便，有没有？哎，修定的前方便，如果我们能够铭记而一直不忘，铭记不忘啊，能够意念的清清楚楚，那么也会是什么？这个修定的前方便呢？所以呢，所谓的念，有念佛，有念经，有念咒啊。那念诵呢，都是口诵心念，口诵，但是心也要跟着念啊。那在佛法当中会比较在圣道的意念，圣道的意念啊，比方在三十七道品里面，是不是有四念处啊？这四念是在法上的念呢，啊，因为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有没有？这四念是在念法，是在念圣道，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念处嘛。啊，到大乘佛法呢，会比较依于圣意，依于法界，依于什么法性为定量，也就是重在气正的正法。啊，我们这个要理解正法，还要去气正正法。啊，那何谓正法呢？它是属于圣意地的，不是世间法。不是世间法哈，因为我们说佛教它的可贵就在于法，在智慧上面哈。那我们要去修智慧，也就是要理解佛陀教我们法法则啊。那这个法则呢，啊，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什么圣意地上面的真实意上头的啊。而且这个法呢，它是尽虚空骗法界的，叫做依于法界讲的真理法则，它是不是通彻一切啊？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束缚嘛，哈！而且是依于什么法性，因为透过法性才能够通彻一切。如果是法相呢，因为所有一切相都是无常的现象，它都无法长存，唯有法性啊，这个缘起性空嘛，啊，空性它才能够通彻一切，啊，所以呢，我们所弃证的正法，也就是所谓的一切法本不生，有没有？一切法本清净，一切法本性空，啊，所有一切法，啊，为什么本不生？因为所有一切法就是因缘，它可以散落各处，各就其位。好，那为什么法会生啊？我们说真理法则，真理的现象是怎么样呢？所有的一切因缘都非常平等的散落各处，各就其位，这个叫做法本不生。为什么会生？是我们有情众生的执着才让它生啊，有没有缘生？这个是我们有情众生的执着杂染有为造作，它才生，它本来不生，无为法它不生的。无为法它本来就是安安静静的，不是死寂在那里。好，所谓涅槃的境界是不是就是这种境界啊？充满了平等相，所以我们说见到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哎，一切法本清净，它清清净净的时候，它其实不需要去生灭的。哦，一切法本性空，什么叫本性空？就是它没有任何一个是特殊的，否定自性的存在，否定特殊性的存在，表示每一个都非常平等。真理的现象其实是这样啊，而且是清净，应该是画不上去的了哈，但是我们不得不画，这也是权巧方便。佛陀所证到的境界就是这样，而且是尽虚空界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却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所以去怎样缘生。一旦缘生，
是不是都要必须要面对什么缘灭？好，那缘生没有不缘灭，啊，但是缘灭之后可以不缘生，缘灭就是这样，缘灭后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又回到？又回到真理的现象上去，我们如果能够灭后而不再生，就能够证到涅槃，这样理解吗？所以那个不是那个东西如何来如何去，就如同我们说那个火，啊，蜡烛点燃了火，啊，就有人问说这火从哪里来？删掉火去哪里？它是不是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啊？不是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众缘离散而灭，灭后而不再生，是因为我们能够理解而且去接受去实践去放下，就能够灭后不再生，证得什么涅槃。这个都是属于实法的部分了，所以真理的现象叫做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清净，一切法本性空的。哦，他才可能尽虚空界，而且是清净的，会尽虚空界。只要杂染呢，他就会牵涉到生灭问题。任何的杂染都有生灭，啊，因为只要有一丝的杂染，也就是一丝的执着，就会开始生灭。哦，那我们说真理法则，啊，真理的现象其实。它是清净，是污染的，是周遍的，是安定的，哦，却是因为我们的杂染而让它缘生，缘生之后缘灭，所以现象上充满了什么无常相，无常相，哦，所以这里就讲到甚深广大行为主的般若经，哦，因为般若经是不是专门在讲深甚而且广大恨啊？深观广行的经典就是什么？般若经，像般若经就属于第一义悉檀，第一义悉檀，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说什么，就是说来讲所谓的何谓念法，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大圣的念法法门呢，啊。这是不是也是六随念里头的哈？念佛、念法、念僧的这个念法，啊，说菩萨摩诃萨应修念法，啊，于是法中乃至无少许念，何况念法？啊，要应该要怎样去念法呢？啊，要在善法不善法。有为法无为法，也就是在相对的法当中怎样啊，乃至无少许念，因为我们一旦有念就会有执着，一旦有执着其实就造成对立的现象。好，那么也等于说其实以般若如何的来念法呢，其实是要去破除向上的执着，哦，向上的执着。那么虽然我们在世间有善法不善法，有为法无为法，哦，或者生法灭法，对不对？增法减法，净法垢法，这些是不是都相对的法？要怎么样去破除？就是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啊，要透过不二中观，有没有？透过不二中观，啊，所以呢，要能够不落二边，所以要不能有任何少许的法，这个都是少许的法，以为这个不平等，这个是不是也都是少许的法？都不能有，因为所有的因缘都是什么？都是平等的。啊，为什么会造成对立的两个现象？是因为我们原生出来嘛？好，那
在当中要深观因缘法，所以般若法门其实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深观因缘法，才能够离相泯相乃至什么灭相的现前呢、啊、对，要深观、哦、要知道生灭它是平等的，善不善是不是也是平等的、啊哦、所以我们善法生也不用太高兴，因为我们的不善法也会生、啊、不善法生起来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如果我们善根因缘够，我们善法是不是依然会生啊？哎，对的，无有少许法的执着，其实这里讲的是执着啊，无少许念，有没有？每一念其实都有所执着，才会有念的啊，就说无少许念，何况念法。其实所谓的念法反而是怎样，是无所住而念，无所住而念啊，所以这个有点困难哈、啊。就说要无少许，连一点点的念都不能有，何况是念法，连念法都不应该有。哦，是因为所谓的一旦有念的时候，就有住、有着、有求。那么也就是说，般若法门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无所住的心，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这份念，好、哦，所以这是以一切法无所念为什么念法，无所求为念法，无所住为念法。心经讲无所得，有没有？金刚经讲无所住的念法，对法上面要知道它的平等性。啊、要知道这个要无所求无所着无所啊，等于无所着的心，无所得的心来念法啊，对法的体认啊，这个有点超越语言，因为语言有时候不一定讲得清楚了啊，那再转换过来其实就是怎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呢、啊？那个因还是要去种呢，那要很清楚的觉知是善因还恶因，这个很重要。哦，虽然我们说善因起来之后，是不是也有恶因的可能性？恶因起来也还有善因的可能性，也因为它会变化，所以我们就更知道善因的可贵啊，哦、而恶因啊、哦，那个恶因呢，我们要能够去调伏，啊、哦，乃至不起，乃至要让它不起，哦，所以呢，这要真正的念法，哦，所谓的念法其实是念在因缘法，而且念在因缘法的平等，啊、哦，念在因缘法的无所求于。现象的追逐、哦、所以这种念法反而困难，因为这个必须要有什么甚深的法义，念佛比较会是普遍，为什么？因为有现象容易一点，念法其实没有固定的现象，念法反而要去深深的体会佛陀教我们的因缘法的深意啊、哦哦，那种平等性，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以一切法啊、哦、无所念为念法，无所着为念法，无所求为念法，啊、哦，无所住为念法，啊、哦，所以这个叫做学甚深法。从佛法以来，就有四个预留之，有没有？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四个预留之也是非常重要的哦，欲入圣流嘛，我们希望超凡入圣，啊、哦，这个未入圣之前，我们是不是就要先预备啊？啊、哦，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入什么圣流，能够超凡入圣，
哦，所以呢，就要透过什么清净三世嘛，哈、哦，然后从文思修慧去下手，如实道的方便，要如实道的方便呢？哦，何谓如实道的方便呢？就是所有的善巧方便都为了实法。我们很多的善巧方便，可能是为了大众。啊，比方我们说佛陀那个时代要为什么为那么多的外道，这个是不得不的啊，因为在那个大环境，但是为了这些外道，无非是不是还是希望能够引他们入佛门，入佛门之后是不是还是要导到什么实法上面来啊，所以这个叫做如实道的方便，这个可以好好的咀嚼一下啊，如实道的方便，还是要有方便善巧的方式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理解实法，实践实法，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无非在佛法时期，佛法呢就要用所谓的中道，以大乘佛法用的叫做般若道，不管中道或者般若道，都离不开什么因缘法。对不对？哦，中道呢，就是八圣道嘛，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有没有？的这个正见，其实还是在什么？在因缘法里面的正见呢？哦，所以这个叫做如实道的方便，还是有很多的方便善巧，有它的什么次第啊、哦？在《七车经》里面，是不是也讲到了它的次第啊？哦，所以呢？我们说在思在听闻思维修行当中都是不能没有念的，但是这个念呢不是念在现象上的，而是念在什么因缘法，所以呢希望我们随时随处看到的现象我们都要去想到的是什么因缘啊，也因为透过因缘的升观，我们可以化解我们对现象的，比方我们可能对现象的不满意啊，比方逆境现前，我们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啊，想要去拒绝，但是透过因缘法这是不是拒绝不了的啊，因为它已然汇合嘛啊，所以呢这个都还是要透过文思修慧，不能没有念，但是这个念要念在什么呢，念在因缘上，不是念在现象上、哦、念在因缘法里头，所以到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当然还是这样子的、哦、我们说佛法时期讲的是甚深的空义，到大乘佛法所讲的就是什么法性空慧，对不对？是不是都是空，执都来自于空，因为透过空才能达于涅槃啊，透过空或者不无非，这些是不是都跟空一样的，都是否定式的符号啊，都是让我们来能够脱离相的执着，泯灭掉我们对相的执着，那个灭相是不是自然会现前呢、啊、我们如果执着在现象上，永远都是无常法啊，唯有跳脱对相上的执着，深入到因缘法，因为因缘法里头充满了平等性，也透过平等性是不是才有平等相的现前啊？哦，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禅定啊，定境跟慧境不一样，定境啊，如果只是修定而不修慧，心止于一处叫做定，其实慧境啊，慧境是要定境来辅助，是看到了平等之相，不是心系在一境上，不是定，如果只修定不修慧的话，那个定如何产生，是心系一境嘛而定，但是慧境不是，慧境是透过定来怎样证实，是看到平等之相，那个叫做慧境啊、哦好，所以呢我们说不管是从佛法的甚深空义到大乘佛法的性空
哦，充满了什么法性空慧的空，都在于平等性的因缘法当中啊。好，那这个就是念法哈，尤其在法一定离不开什么因缘法。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